欢迎。脚伤了，哦，你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就演出的时候崴到了。我没关 ，OK 的，谢谢。你是扭到脚踝吗？还是膝盖？我演话剧的时候，脚踝，我脚踝崴到了，小心。这个是摔得多严重啊！这个，哇，骨头没事吧？我稍微等待一下。韧带。冰箱吃了我送。放心松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主要是我那个我的演唱好像没有影响到这个比赛。你的演唱不会啊？不会对吧？不会，所以压力没那么大，绝对不会，要不然压力特别大。没事，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其实我对创作和流行音乐都不是太懂，因为我本来是搞舞台剧。不会。你就尽量好好欣赏，就照你的认知去说。好。